完达山一号放生的地方，我上个视频中说面积达到6600平方公里，是指的牧林区的4000多平方公里，加上绥阳实业区的24万公顷，即2400平方公里。现在官方给出了最确切的说法是，核心区域超过了1000平方公里，中间只有几个林业部门的监测点，没有农业村庄。这对于一只雄性东北虎的生存来说是最基本的，也是相当完美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横天虎，自然界你虎哥。这个地方南接汪清河珲春，即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囊括的范围。达仔被放生后的头一天，也确实往南朝着这一区域移动，到达了离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最北边界仅剩10公里的地方。汪清河珲春也是近2年频频有野生老虎进入人类视野的地区，在道边或在村口，这一区域的老虎也被称之为小种群。而原本说要把完达山一号放归到离他所在的种群附近，是不是最终验证了他出生于汪清或珲春，甚至和今年2月份在汪清县北边进村杀狗的是同一只流浪虎？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。达仔进村的地方离最初喊声较高的所谓大种群俄罗斯西霍特山脉近600公里，那边的地理位置主要是太靠北，中间的隔断点也太多，而密山离汪清县的直线距离却只有200公里。老虎无国界，它只需要在中俄边境来回穿插就能实现最短距离。而为啥汪清河珲春那边经常有亚成年老虎出没？这不得不提一位本应该成为举世闻名级别的虎王 M26。2015年左右，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安家，然后一步一步扩张。最终领地范围涵盖了3只母虎的领地，3个家庭，10多个左右的子女。从时间上算的话，是不是从2年前就开始陆续长大？也恰恰是从2年前开始，这一区域频频有老虎现身公路边儿。这其中的逻辑就是 M26 的家族成员过多，短时间内造成区域内拥挤，小雄虎就必须远离家乡，开拓新领地和找媳妇儿。关于虎王 M26，我先说这么多，以后会专门做个剧情呈现给大家。因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还没正式开放观光，只是监测保育，所以 M26 流出的生活影像较少，只有部分监控录像，就是镜头前一晃而过的那种。如果针对它做一部专业的纪录片的话，这世界名虎的榜单上，马卡苏都得往后稍稍。我最擅长的就是往后稍。你老瓜拉人家马卡苏干嘛？不是，我这不是看他是世界上最红的松虎吗？和 M26 年龄也相仿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聊到这，信息是达仔放归自然的延展，记得关注我哦，以后我还会讲更多关于老虎的信息。